定不能够强啊！你不要过去了，警告你一句。不是，你们是你们玩，法庭是不能判这个，你让我们我们现在是休庭期间，休庭也不行。你们规定是什么？你们有什么依据？像你作为律师，你应该懂的。我当然懂，休庭期间是可以的，开庭期间不可以。你要拿出依据来，你要拿出依据来。他是休庭，对，因为法庭纪律还要非常的有没有结束？有没有结束？现在是休庭期间啊，就是法庭不要拍照，法庭规则非常明确，他看见你就包含给你们用说哈。法庭规则非常明确，他说是开庭期间不允许。现在是开庭期间吗？休庭也不回录像，休庭就没录像吗？哪一条规定？哪一条规定？哪一条规定可以你不录像？哪一条规定？哪一条规定？你问我，想支持我吗？哪一条规定你可以录像？你告诉我。可以报警啊！云岩区人民法院的法警公然殴打女律师，休庭期间殴打律师，警号是52021，有人受伤，现在我们需要警察出庭。我要去医院见。我们现在在云岩区人民法院。哎，我心脏好疼啊！男法警殴打女律师，两个男法警把女律师踹倒在地进行殴打，我们现在要求。还有这个警察出庭，导致女律师胳膊受伤。